弄的，这个苹果，擦一下，擦一下，看看，你等一下来到这边，苹果都不给你吃啊，要不好吃，甜不甜？甜，有没有酸？甜的，脆脆不脆？对，啊，你在家里吃过这样好吃的苹果没有？吃过，吃过啊，等等吃。哎，你怎么给他吃，不给我吃？来来来，给一个大的给你吃。我这么大，直接中午都不用吃饭。这个没消化，一下子消化了。我吃点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甜不甜？甜。脆不脆？对，新鲜的还甜。比昨天还甜，比一直都还甜吗？挺好吃。现在老板不在啊，我们休息一下啊，吃点苹果。我这苹果能吃吗？那、啊、你吃的完了给你吃。等一下，老板拿下一个，就这样。这我们卖掉了吗？来，我也接着吃。嗯，好吃啊！来来来，看，亮子就把这个苹果干完了。拉拉，啊、你的苹果大是不是？太大了。亮子都干完一个了。你我再让他干一个。我们陆川苹果又甜又脆啊！看，今天这些都是我们打好的包。家人们，来罗罗的直播间哈，不见不散，好吃的苹果等着你来。